看看新闻网。正在欧美明星们纷纷欢度圣诞与新年之际，12月27日晚上9点，《吸血鬼日记》中的有爱小情侣妮娜·杜波夫与伊恩·萨默海尔德现身上海浦东机场。两人虽然长途飞行略显疲惫，但对待粉丝仍然非常亲和，让在场守候已久的粉丝们雀跃不已。据悉，此行妮娜与伊恩是为某品牌的宣传活动造势，而出发前一晚，妮娜就通过网络坦言，对于首次的中国之行颇为期待。这将是段很长的旅程，不过却很值得。我好兴奋，这是我第一次去亚洲。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